欢迎收看《魔兽英雄传》。这一期我们依然回到壮烈惨痛的二战，讲述下部落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领袖奥古瑞姆毁灭之锤。自小生活在黑石氏族，却唯独和双狼氏族的杜隆坦一起玩耍，两个坏小孩在德拉诺也是走南闯北，挑战了不少氏族的传统，还和德莱尼人整天黏在一起，甚至和先知维伦一起开过大会。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兽人大长老奈奥祖那则关于德莱尼人威胁的预言还是起了不少的波澜。尽管奥格瑞姆是多么坚决反对这场战争，无奈只得听从酋长黑手的命令。后来古尔丹诱惑兽人喝下恶魔之血，但奥格瑞姆却保持怀疑，甚至也是少数一批没有喝下恶魔之血的兽人。碍于奥格瑞姆是黑手的人，古尔丹也就只能对这个野心勃勃的兽人时刻保持警惕而已。不过杜隆坦所在的双狼氏族就没有那么幸运，由于拒绝听从古尔丹的计划而遭到了彻底的流放。黑暗之门开启后，杜隆坦单独找到了当时作为酋长副官的奥格瑞姆，并告诉了他古尔丹背后的阴谋和真实的恶魔基尔加丹，以及暗影议会是如何一步一步控制整个兽人部落的。奥格瑞姆恍然大悟，决定阻止这群邪恶术士的阴谋，但一个转身，杜隆坦一家便惨死在了古尔丹间谍的刀下。幸好奥格瑞姆是当时酋长黑手最信任的将军，领导一支强力部队和当时的艾泽拉斯王国交战，卓越的指挥力不断攻城拔寨，还主动找过森林巨魔的领袖谈合作。在当时的环境下，连古尔丹都觉得部落少不了这个兽人，但奥格瑞姆的内心却是越来越怀疑黑手所做的决定，以及古尔丹那不可告人的秘密。就在这个时间点，古尔丹陷入了长时间的昏迷，在他的梦里和麦迪文搞得不可开交，而外头的奥格瑞姆那可真是闹翻了天，先是一锤干翻了提拔信任自己的黑手酋长，并以新酋长的身份直接指挥部落打赢了第一次兽人战争，并马上开始铲除内部暗影议会的影响。他抓住了加罗纳，严刑逼供，问出了暗影议会的下落，并派大军将这个邪恶组织追杀殆尽，直到这些术士闻风而逃才勉强罢手。后来古尔丹醒来一阵懵逼，为求自保，他只得答应奥格瑞姆以更强大的军力支持新部落在艾泽拉斯星球的攻势，死亡骑士也就这样加入了部落。后来为了避免黑手的两个孩子雷德和麦姆造反，更是大力削弱他们的势力。在奥格瑞姆的铁拳领导下，部落强大无比，部分地精和森林巨魔都纷纷加入进来，并将黑石山设立成为部落的大本营，甚至他还允许龙猴氏族借用巨龙之魂的力量来控制红龙女王阿莱克斯塔莎为部落生产空中力量。当时的部落那可真是空前的强大，洛丹伦联盟毫无胜算。但战局的变化实在太快，古尔丹突然带着自己强大的部队离开，去找萨格拉斯陪葬，克拉苏斯带着罗宁毁掉了巨龙之魂，龙猴兽人被红龙军团彻底歼灭，北方的森林巨魔被奎尔萨拉斯的法师部队打得找不到北，眼看战线即将崩溃，奥古瑞姆决定撤回易守难攻的黑石塔重新恢复。没想到联盟的军队后脚就马上赶到，兽人酋长在决斗中击杀了联盟最高指挥官洛萨，却被他身边的副官图拉扬打败。本想借悲伤沼泽逃至黑暗之门，却被联盟大军悉数抓获，身负重伤的奥格瑞姆被关在了洛丹伦王国之中。但对他来说，这样的监牢很轻易就能逃走，可他却看到嗜血兽人退化后就如同废人一样萎靡无力，他似乎也明白了一些恶魔之血的力量和代价。突然有一天，双狼氏族的德雷克塔尔找到了他，并告诉了他杜隆坦的儿子并没有死，还从人类的圈养中逃了出来，
现在在到处寻找遗失的族人，想找回他们的荣耀。奥古瑞姆听闻之后，一定要见一见旧友的孩子。他们促膝长谈了很久，但他并没有告诉萨尔他是前部落酋长。但旧友的孩子却并没有让这位大酋长失望，无论是战斗技能还是战斗修养都非常强大。奥古瑞姆终于透露了自己的身份，原来他早就有计划释放所有的兽人，重整部落。后来便和战歌氏族一起攻向囚禁兽人的要塞，但联盟也早有防备。一场救援大战之后，为了掩护萨尔他们撤退，奥古瑞姆被冲上来的骑兵们用长矛刺穿了整个身体，但他却在临死之前将酋长的称号和伴随自己一生的战甲和神器传承给了那最合适的人选萨尔。后来兽族也终于找到了一片适合他们生活的土地，萨尔将这块地方取名叫做杜隆塔尔，在这块土地最北面建立了一座部落主城，取名叫做奥古瑞玛，以纪念自己的父亲和那位最伟大的兽人酋长。但我并不觉得这位三代目干得比二代目要好，萨尔充其量只是帮助部落与联盟在战略意义上和平共处，而奥古瑞姆当时所领导的部落在艾泽拉斯完全是横扫千军，一路烧杀掳掠，把整个东部王国搅得那是鸡飞狗跳，甚至连红龙军团都给抓了过来，这才是我向往的兽人部落。那这一期《魔兽英雄传》就到这里结束了，马上要到《魔兽大电影》上映了，记得去支持下哦，拜拜！喜欢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可以扫描右边的二维码点击订阅，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页面搜索“甘蓝 TV” 几个字关注，获得第一时间的推送。还可以在新浪微博关注甘蓝 TV 的官方频道，也是一样的哦。